看到这个世界，阳光普照，群星闪烁，花草树木欣欣向荣，禽飞兽走，风鸣蝶舞，而人类被赋予心灵，是一切造物主在心中作用，在太阳无限的时光中，在宇宙空间之外，在我们之间。在花莲火车站附近有一位同学爆胎，现在他的队员正在帮他修理。三个三，我不用说三，还认三吗？这里是三，我。是修学的问题。反正已经二婚了。黄磊，你过来。到那边我。哎，过来了。车先好过来。我没有说啊。咦？其实还好。是拍照还是录影？帮你录影。咦？活动。但是我必须要掌握到每一个人的状态，我只会透过队长。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没有哈。那因为时间真的要控制得很好。我想要让给大家最大的空间，所以你必须要配合我。这一个骑车的活动也就是老师安排的，然后他也就是我所谓团队默契、团队精神跟意志力。然后这因为在骑车当中，你需要有高体力、很强的体力跟很强的技术，还有很好的团队精神。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吧，就是。要让自己进步，爬的比较长的，或者是难度比较高的坡，是大家互相鼓励那种。快速旋转运作了几千次，好不好？上万次，真的很累啊。我自己学习到很多，他除了有很多在骑车的时候自己跟自己相处，但他其实他注意力要放在外面，然后看看前头的车况，看同学的状况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为什么要在青年期做这件事情，我个人的设计是锻炼他们的意志力。太快了，哦，一刀不理，他死下去了。青春期的小孩有很好的体力，有很多的创意，可是如果他没有意志力的话，他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。而他们意志力是够的，只是需要一些好的活动帮助他们引发出来，然后培养强壮。我发现他们真的是潜力无穷，可是如果平常就在养尊处优的日常生活里面，他们其实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可以独立，可以展现意志力，照顾好自己之外，他们还可以照顾别人。所以四天下来，我有蛮多的观察，有蛮多的感动。我也相信培养意志力这件事情，我们初步是有达到很好的成效。再来，他怎么样走出小我，去观察到周边的环境，去关心到身边的同学，甚至是大人。那第三个就是，我希望他们可以吃一点苦，体力上的苦，还有包含心理上的苦。吃苦对孩子来说，现在的孩子来说经验其实不太多，可是如果他们可以在比较简单、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可以怡然自得，他就可以获得一生的礼物。一路那一些爸爸妈妈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这活动没有办法成立。
我一直在观察，只要有孩子落单，就一定会有一个爸爸到旁边陪他，一对一的陪伴，那给孩子很大的信心，他不用担心赶不上别人的挫败，他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发生危险，就有一个爸爸陪着他。所以我趁这个地方好好感谢支援的爸爸跟妈妈们，你们是孩子最好的教育的典范。蛮想家的，很有成就感，对，很有成就感。爸爸们，茂泉叔叔，德义叔叔，李勉叔叔，金昌叔叔，都放松了，没有责任。可以回家了。